好猪肠粉的历史是从1958年由祖母李美云在新加坡开始制作猪肠粉，过后在第二代继承人何文忠13岁时就开始接手这一门生意，并创立何文忠猪肠粉公司。1986年何文忠开始引进半自动流水线机械来制作猪肠粉，2003年就搬迁去新的店铺和引进全自动机械。2010年何文忠先生正式把生意传承给第三代继承人何顺全与何顺利。何好这一个名字一路来都是爸爸何文忠喜欢的名字，在爸爸过世后，第三代继承人正式把何文忠猪肠粉改名为何好猪肠粉，也开始把这一个品牌往外地发扬光大。